放这里。哇，依依要吃第二只的晋级的意义，啊？哎，谢谢老白讲。意义以后中午没有吃，就这样子哈，就到晚上才吃。嗯。哦。那晚上没有吃，就隔天早上再吃，知道吗？对，因为我不想吃这个。我只要吃这个。哇，这个是总会口味的耶，就什么口味都有，叫做海陆大亨。海陆大亨。对呀、啊，海陆大亨。海陆大亨有金鱼吗？海陆大亨有金鱼吗？没有，这个其实弄的颜色好像芒果。对啊。很像芒果的颜色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看，超像芒果的。然后这边还有鸡腿耶。还有那个一颗一颗的数星星。咦，你看，还有鱼。这个是鱼。这个是鱼。那这个是小香肠，里面有起司。啊，一直偷吃鸡腿啊！你吃的第三只鸡腿啦。鸡腿很好吃啊。超好吃的。那你家吃？对呀、啊，我爸爸在工作啊。我在工作，在努力工作耶。哇，我以前你看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吃，而且我们这个意义吃得很开心，吃得超级开心的，太好吃啦。意义多吃一点哈。要吃很饱哦，晚上这里吃完就没有了哦，要吃很饱哦。好。